Hello， 我是皮皮组冠军战的第三战，回到台中，也就是中兴兄弟的主场。目前是4:10，百万象迷已经把球场挤得水泄不通。这是今年冠军战的门票价格，比以往还要便宜许多。同时进场还赠送了一件披风，我还购买了一辆球员做的巴士模型。总冠军战嘛，人一定非常多。入座之后我就懒得动了，提前准备晚餐：两个吉士汉堡，一杯冰红茶，一杯玉米浓汤。看球已经花了不少钱，所以晚餐要省一点。吃饱之后就要开始喊了啊！今天7-2击败了乐天桃园，明天再拿下一胜，我们就是2022年的总冠军。